我们都知道，一般的住家设计呢，都会尽量避开走廊。不过今天带大家看的这个案子呢，它这一条走廊不但让整个空间变得更有特色，而且呢也更值得玩味。今天我们要来看看设计师严山松，他是怎么样调整空间的格局，而且呢活用多元建材，让屋主跟空间可以有更亲密的互动。结合自然的极简主义中带日式精神，将现代风格的简洁用虚与实之间的亮体组合，将空间的体感呈现出来。元素比例上的分割都带有日式简约与近代工艺风格，体现质朴却不失细腻质感，且忠于呈现材料的物性。他是细腻质朴的设计家。其实回到家里面，当然就是觉得还是就是以往希望能够以沉浸啊，因为回到家就是放松，就是要休息。设计师其实有帮我姐姐设计她的另外一栋房子。那我们去看了以后，这中间的过程，觉得设计师其实非常非常的细心。然后他在跟我姐姐他们沟通的时候，也做了很多很多的沟通，也看过他很多作品，就是他很多作品我们也非常的欣赏，所以最后还是选择他。应该是说我跟屋主有事先沟通过，那因为屋主他们也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历练，对，那他们也住了很多一些有特色的一些饭店，变成说他们看的东西还有他们的接受度也都蛮高的。那再加上男主人特别喜欢自然朴实的物件，好材质甚至是家具，这些都是他的一些业余上面的喜好，所以刚好可以互相 match 到这个整个 project 的一个设计。Hello Henry， 看了你这次的设计作品啊，还有仔细的端详了一下里面的 deco， 我感觉得出来这一次的屋主是一个非常有品味的人。你先帮我们介绍一下屋主的背景好不好？他们总共有三个人，对，就是父母亲跟一个小孩。屋主他们是从事国际贸易业，所以他们常常有机会出差到国外去，对，所以他们常常会住一些精品有设计的一些旅馆旅店这样子，对，所以自然而然他们眼界比较开，所以他们的接受度都大为提升。那先请 Henry 帮我们观众朋友们讲一下这个空间它的格局你怎么配置？基本上它是一个三房两厅的一个格局，对，主要是夫妇俩好主卧室，再来一个小孩房，就是给小孩回国之后可以来住。那客房它是一个备用的一个房间，那接下来就是一个客餐厅，好，它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厨房，所以这整个大的公领域就是可以让家族团员聚在一起的一个地方。一般居家的设计会尽量避免走廊的存在，为何设计师要在玄关进门处安排一道走廊呢？这一次呢 ，Henry 在我们的这个案子里面设计了一个有走廊的玄关，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特别要做走廊呢？走廊我把它想成是古代一个大宅院或者是寺庙，它的一个建筑物跟建筑物之间的一个回廊的意象。借由回廊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过程的一个风景，或者是它的一个设计。像是在走廊的左侧面，我发现你是特别用一个立体的木纹，为什么有特别这样的设计啊？萍姐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木皮墙里面暗藏玄机。暗藏玄机。里面是一个客浴。可是我看不到门在哪里耶。就是说，因为我们要表现这个自然的木皮墙，对，那我有三个尺寸、三种木皮、三种层次的一个表现模式的话，那我就可以运用它的一个凹地缝，能够解决它隐藏门的问题。我发现你在走廊里面用了很多跟室外相通的元素，感觉是有那一种把自然带进家里的感觉。除了木墙之外，旁边还有一个是砖墙，这是什么材质啊？它是空心砖墙。对，空心砖不是一般都用在外面？对，没错，其实我恰巧就是喜欢把空心砖墙这种室外的建材给它拿到室内来用，就是说我希望把它跟户外做一个连接。还有很棒的一点是，虽然它是一个密闭的空间，可是它的光线非常的好。哎，首先就是说小孩房这个地方，它刚好是在走廊的右侧，对，那我运用大量的一个落地窗，这个落地窗呢，它可以把室外的天光给它带进来，所以我即便在白天我不开灯的状态之下，我一样有相当充裕的一个天光能够带进来，让这个走廊走起来它不会那么 boring。
其实刚开始设计师这样建议的时候，我们也有点挣扎。那在他设计完了以后呢，他右手边的那个玄关那个端景，其实我觉得他也去创造了另外一个端景。那这整个流程下来，觉得这个选择是对的。我们其实也希望说是整个我们在使用的空间上面，我们的客厅、餐厅、厨房能够合成一气，那这样子也可以同时把我们窗外的景致给收纳进来。那这个玄关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在它的抬头看到它是特别做斜面，为什么有这个巧思啊？原因是什么？因为建筑物本身有一根横梁横断在那边，那因为我不希望我的走廊、我的沿廊走得这么短，那这样气势就做不出来，所以我想要继续延伸。所以一来哈，你的意思是说，在这根黑色的横梁以后延伸出来的这一段，是你特别做出来的？哎，对，特别做出来的。它的确延伸了我们沿廊的整个视觉效果跟动线的感觉。是的，没错。我觉得那是一种设计，因为当初要避过一些梁的关系，那如果我们全部把它都降低的话，那整个可能看起来会压迫感更重，所以设计师在这上面他是利用一种斜角的方式帮我们做一个造景，我觉得很 OK， 很适合。走出廊道进入开阔的生活空间，在公共空间的设计上有什么别致及特别之处呢？我觉得在这整体空间里面，虽然它是一个通透性的设计，可是在每个区块又有每个区块的那种隐秘的感觉。我们先讲书房好了，为了隔绝这个书房，你还做了一个垫高的地板。哎，对，这个书房的空间的定义哈，我不希望它是一个封闭的。那我们客厅跟书房之间呢，我们做了一个大理石矮墙，好，它是一个小三门的一个概念，这样子。那它就可以让我们有点半穿透性的，可以看到书房跟客厅之间的一个互动关系。这个书房我很喜欢，你知道这个书房它又很时尚，可是它其实又带有一点那种工业风的感觉，因为我发现你运用的材质有一点粗犷，有大块的原木，然后石墙，请 Henry 帮我们介绍一下你在书房的设计。这个书房呢，我们用的材质是很多的。那除了我们有一个大的背景墙，就是我们的空心砖墙之外，我们的那个木柜呢，我们就是结合铁件，好做虚实的一个交错，一个比例搭配。那下面呢，我们还会再放一个原木桌。那原木桌是屋主他特别从宜兰带过来的，对。那因为我知道他喜欢的是天然质朴的一个材质，所以我觉得我的工业风跟这边是可以相融的。应该是这样讲，就是说我在塑造空间的质感，我必须要靠材料的组合来去塑造出它所有的 detail。 那尤其像铁件，我们会大量使用在屏风还有一个亮皮的一个收边。那木皮的话，我主要是要呈现出它的一个纹理。那石材的话，除了是在纹理之外，我呈现出它的光泽，所以各有它的一个用途所在。那 Henry， 对照我们在书房看到是用空心砖墙，比较那种粗犷原始的感觉，在客厅这边你选择用一个大面的木纹墙，为什么有这样的设计？因为书房这边我们的材质已经是比较暗了，相对的在客厅这一面的背墙，我就要把它跳脱，就是要让它白一点。那这个墙呢，上面你会发现它是有一条一条的分缝，那我把木皮染到全白，那正因为它的全白，我的那个木皮墙的分缝呢，阴影就会更明显。那甲板就是所谓的 deck， 对，那我想把这个意象表达在这一面墙上，那它相对也是一个自然的一个表现模式。为什么是甲板啊？对，我对甲板情有独钟。坐船的时候，我们最喜欢的空间其实并不是里面的房间或是里面的设施，反而是外面看海的区域。对，那甲板，对，也就是我个人一直都很喜欢的一个空间，它是可以接近大自然。所以甲板这个意象呢，让我们的设计师觉得很有想象的空间，然后有一种辽阔的感觉。是的。我觉得在这里真的很多惊喜。刚才我们从走道进来，原木的门里面藏了客浴，然后现在在厨房餐厅的空间里面竟然藏了一个客房啊！你不讲完全看不出来，因为根本没有门嘛。我以为这一整面都是我们的家电。